理工大学附近朝早有一批人清理路障，期间有黑衣人阻止，防暴警察到场发射催泪弹。理工大学对出的柯士甸道和漆咸道南交界地上有大量砖块，亦都有汽油弹和边炉气罐、铁栏、遮阵架设在路面作路障。一批人朝早来到清理，在朝早大约10点，有黑衣人警告他们不要再清理，又向他们投掷杂物，清理的人后退，防暴警察到场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。黑衣人向警方掟汽油弹和砖头，双方持续对峙。